大家好，这里是全球新闻。民进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为您联合播报今天要闻。民进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敬请大家订阅、点赞。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国务院权力瓜分，丁薛祥、何立峰掌重权，慎宜勤贪烫手山芋。一带一路告急，中国救援贷款利息为 IMF 一倍以上。中央社会工作部就是集权体制重建的大补丁。中国 APP 无孔不入，拿下美国年轻一代。蚂蚁前高管涉性侵，潜逃新加坡被逮。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副总理打乱，重新分配，国务院分工变化有玄机。香港《明报》刊登文章，文章说，中国网上流出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人分工文件，开宗明义就是国务院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写明实行总理负责制，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本届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数目与上届一样，但除总理与国防、外交、公安三名兼任部长的国委外，其他人分工并非对号入座，而是打乱重新分配。例如，被指接替刘鹤的副总理何立峰只是接了刘鹤的金融和交通运输，而刘鹤分管的科技由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接管，工业和信息化、安全生产等则由副总理张国清接管。分管卫生健康的副总理刘国中并未全盘接收孙春兰全部分工，还接管了原胡春华分管的水利、农业农村、气象。孙春兰原分管的教育给了丁薛祥，退役军人事务给了国务委员慎宜勤，而胡春华原来分管的商务和海关部门交给了何立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则交给了国务委员慎宜勤。新一届国务院领导层分工更加简化，上届李克强名下除写明主持国务院工作，还列明监管外交、国防、财政和审计等工作。但这届李强名下只有领导国务院全面工作一行字，财政部已改由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分管。与上届韩正相比，丁薛祥的分管显示侧重点转移，由上届的发展改革、能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税务统计、香港、澳门和经济研究等，变为发展改革、教育、科技、财政、生态环境、税务统计、知识产权方面工作。丁薛祥分工中并无韩正的香港、澳门字样，这正是港澳工作权归中央的一个例证。丁薛祥即使分管港澳事务，也会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出现了。在国务院分工中，个人除了分管以外，还有人负责联系一些部门，这些要联系的部门多属已列入党的部门。例如，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的分工就包括了协助总理联系审计署、联系司法部、国家信访局。在上届分工当中，审计署由总理李克强分管，司法部则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分管。现在审计署变成总理李强联系，司法部变成吴正龙联系，似显示两个部门都已由党中央直管。审计署已成中央审计委，习近平是主任，李强是副主任办公室。审计长侯凯兼任中央审计办主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部，部长贺荣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至于国家信访局，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已被纳入中央社会工作部麾下，文化和旅游部也由上届孙春兰分管改成慎宜勤这一届联系，而该部部长胡和平已兼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安部、广电总局、新华社、中国社科院、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国家行政学院等这次都从分工中消失，相信都与党政合一等原因有关。至于由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本就不是国务院直接领导，当然也从分工清单中消失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一带一路告急，中国救援贷款利息提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倍以上。
据自由亚洲报道，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一带一路以极高利率向债务国提供救援贷款。有学者批评，中国的救援贷款方案以不透明和不协调的方式进行，中国政府的救援最终目的只是要拯救自己的银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Aiddate, 世界银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全球范围内掌握中国救援贷款总额。研究指出，从2019年到2021年底的三年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了价值104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这几年的数字几乎与该国过去20年的救助贷款一样大。此前约20年，从2000年到2021年底，中国在22个债务国进行了128次救助行动，总价值达2400亿美元。全球利率的上升和美元的强劲升值引起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偿还其债权人能力的担忧。一些主权国家已经陷入困境，债权人之间缺乏协调，被指责为延长了一些危机。北京没有向所有陷入困境的一带一路借款人提供救助。一带一路融资的大项目代表着中国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重大风险，更有可能获得紧急援助。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世界银行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莱因哈特说，中国政府最终是要拯救自己的银行，这就是为什么它进入了国际救助贷款的高风险行业。中国作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最后贷款人的出现，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主导的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努力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美国威廉和玛丽学院 Aiddate 项目主任帕克斯向《金融时报》指出，全球金融架构正变得不那么连贯，不那么制度化，也不那么透明。北京为跨境救援贷款创建了一个新的全球系统，但它是以不透明和不协调的方式进行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该国30亿美元的四年期贷款计划后，斯里兰卡总统拉维克拉马辛格上周呼吁中国和其他债权人迅速就债务重组达成妥协。尽管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但他一直拒绝参与多边债务解决计划。加纳、巴基斯坦和其他欠中国大量债务的问题债务国正在密切关注斯里兰卡的例子。帕克斯说，中国严格的双边方式使得协调所有主要紧急贷款人的活动更加困难。在中国提供救援贷款的22个国家中，有几个国家，包括阿根廷、白俄罗斯、厄瓜多尔、埃及、老挝、蒙古、巴基斯坦、苏里南、斯里兰卡、土耳其、乌克兰和委内瑞拉，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对象。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和中国的救助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中国的救助贷款利息极高。研究报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典型救援贷款有 2%的利率，中国救援贷款的平均利率是 5%。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中央社会工作部就是集权体制重建的大补丁。美国之音刊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共在2023年两会之后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一般认为这是习近平进一步削弱国务院权力的举措，延续了十年来习近平不断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集中到中共中央系统的趋势。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可能尚未触及其中的深层含义。什么样的深层含义呢？在我看来，这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框架下来理解。这是首先需要澄清一下国家这个词的含义，因为这个词在现代中文里的意思非常混乱。实际上，中文里的国家这么一个词分别对应了英文里含义不同的三个词。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文与西语的交汇日益普遍，用一个词说三件不同的东西，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混乱。英文里这三个词分别是 country， 作为国家指的是包括土地、居民在内的那么一个实体， nation 作为国家则指的是具有文化等多方面内在认同的一个民众共同体， the state
过去常常不加那个定冠词，但手写字母大写，现在则总是加上定冠词来使用。政治学研究中常用，特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一整套统治机构。我这里要讨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取最后这个意思，在中文里过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将之译为国家机器。最近几十年，也许是因为洋泾浜学者在中国泛滥，更可能是因为中共党国有意混淆视听，就把统治民众的国家机器和被统治的共同实体这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概念搅和在一起，因此爱国就成了爱那统治你的人，这对统治者来说岂非不亦乐乎。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和这种概念上的澄清有什么关联呢？简单的说，这个动作意味着国家机器现在要把其统治延伸，渗透到每一个不属于国家机器的社会角落。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中共的组织，怎么就成了国家机器呢？这问的有道理，因为在正常国家，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确实是相区分的，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党不可能和国家机器融为一体，不然别的党怎么来执政这套国家机器。可是这个疑问也未免太外宾了，在中国党就是国，国就是党，所以政治学里把中国的国家机器称为党国。党不仅与国一体，而且党高于国，掌控国，国家属于中共而不属于中国人民，政府不适合去做的事情党可以做，这个社会工作部显然就有这种便利。还有人会说，没有这么个所谓社会工作部，中共的党国还不是一样统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中共党国体系的根本特点就是对于民众的控制无孔不入，以至于政治学上专门有个概念是用来指称这种体系的，那就是所谓极权主义，极端的极，登峰造极的极，就是说国家权力登峰造极，控制民众到了极端的程度。但是这个质疑未免忽略了历史上的变化。毛泽东的时候，中共建立起了他的极权主义体系，彻底到连每一个农民也被组织到这个体系之中，这主要是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按中共自己的说法，是政社合一的，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一级政府，本身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那时候的农民叫人民公社社员，这个称呼是很有意思的。既然人民公社是一级政府，社员岂不就等于是政府的一员吗？按我们前面所说的概念，岂不是每个农民都是中共党国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吗？的确，那时候中共提倡所谓螺丝钉精神，人人都要做党的螺丝钉，可不就是党国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零部件吗？因此可以说，那时中共党国对于民众的极权主义控制，是通过把每个人都在至少名义上纳入他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的。离开国家机器，有钱都买不到饭吃。刚刚卸任的总理李克强还记得，那时农民出门讨饭也要拿着生产大队党支部开的介绍信才能四处乞讨，这样的极权主义可谓完备矣。完备有完备的问题，而且是致命问题。人都被拧在国家机器上当螺丝钉，个个被管得死死的，整个民族挣不出养活自己的饭食来。因此毛泽东死后，中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公社解体了，市场经济出现了，民营企业起来了，社会生活丰富了，每个人的生命空间也增加了，这都是好事情。但有一样不好，也是致命的不好，党国控制民众的权力不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也就是极权主义体制出现了诸多漏洞。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是对共产党不好。共产党总是想牢牢掌控权力，掌握所有权力，永远掌握权力。中国变化之后，共产党发现有些权力不在自己手里了，感觉很多事情不能牢牢掌控了，更害怕这样下去自己会失去权力。于是共产党不断试图重建他的极权主义体制，想再次把中国民众捏紧了。可是现在共产党也不想再把民众都纳入他的党国机器中了，原因很简单，人家靠党国机器发财致富，为所欲为，怎么能让你也进去呢？毛的时代能骗你，现在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人家懒得骗你了，往往更想说一句，你也配姓赵。
对党国机器之外的这一大块，政治学上也有个术语，称为社会。中共中央成立社会工作部，就是要专门并加强对付这一块，包括用中共的组织能力把这一块也控制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是集权体制重建的一块大补丁，补丁就是给破裤子补漏洞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中国 APP 无孔不入，拿下美国年轻一代。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中国短片平台 TikTok、 电商平台拼多多等近年大举攻占美国市场，纵使华盛顿想方设法禁止，这些中国 APP 在美国年轻人之间还是越来越流行。美国媒体分析说，演算法是他们的成功秘诀之一，加上中国市场争夺本土用户的残酷厮杀，孕育出宛如斯巴达战士般的科技巨头。他们从技术到公司运作，对比西方企业都有优势。华尔街日报根据市场分析机构 Sensor Tower 的数据指，今年三月份的前三周，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拼多多成为美国应用商店中下载量最大的应用，其后是 TikTok 和它的影片编辑应用 CapCut， 快时尚零售商希音排在第四位，然后是前五名中唯一的非中国应用 Facebook。从技术方面看，一些投资者、软件工程师和分析师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组织效率被美国竞争对手忽视了。中国十亿互联网用户优化了他们的 AI 模型，然后将技术输出到海外。曾在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担任高级首席工程师的郭宇说，在需要不断迭代以满足用户需求的市场中，中国互联网公司所向披靡。从公司内部机制看，前字节跳动的某工程师说，字节跳动是中国科技行业执行内部赛马机制最激进的公司之一。这种机制让多个团队去开发相差无几的产品或功能，一旦明确了哪个版本更好，获胜团队就会得到更多资源，其他版本则被废弃。字节跳动的产品经理和软件工程师表示，公司有标准化的规程系统和详细的指标来评估用户喜好，这有助于他们在短短几天内推出更新。这些严苛的测试、迭代和用户反馈调查都依赖于技术人员长时间的工作，而根据其表现和产出，这些人可以拿到相当于几个月工资的奖金。拼多多和希音慷慨地为下载其应用的用户发放优惠券和奖励，鼓励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宣传其应用。拼多多的营销活动几乎无孔不入，从 Facebook 横幅广告到定向电子邮件。今年二月，拼多多第一次在超级晚上打广告。业内人士表示，在中国，广告轰炸是赢得客户的常规做法。曾就职于阿里巴巴的中国科技分析师杨方希表示，一旦发现机会，中国公司往往比美国同行更愿意在更早的阶段以更大的规模购买流量。但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阿里巴巴的国际版阿里 Express 已运营13年，但在美国还远未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字节跳动当初尝试在海外推广的第一个产品 Top Bus 新闻聚合平台则以失败而告终。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蚂蚁前高管涉性侵潜逃新加坡被逮。据星岛日报报道，网传消息称蚂蚁金服集团前高管曾被外派至海外基金 ANT Capital 任负责人的余某因涉嫌性侵潜逃至新加坡，并于本月9号被杭州公安立案调查，现已被杭州警方逮捕。ANT Capital 周日26号证实，余某因个人问题接受调查。蚂蚁集团相关人士昨天也表示，当事女生家属曾找到公司提出与余某沟通的诉求。杭州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一名工作人员昨天则称，此事正在核实当中，不像网传的那样之后会出公告。
据网友发帖爆料，万幸受害女子与于某因交通事故相识，她看到女方年轻漂亮，多次力邀女方出来吃饭，却未料在用餐时故意将她灌醉，哄骗她前往某大酒店，不顾她多次呼喊救命停下，强行发生关系。女子趁于洗澡期间逃出酒店并报警，但警察赶到时于已逃往新加坡，还提醒她不要诬告自己，还晒出自己在新加坡聚会的照片。事件曝光之后舆论沸腾，澎湃新闻报道，蚂蚁集团有关人士称于某于本月6号因个人职业发展原因提出离职，21号正式离职。当事女生家属曾到公司要求与于某沟通。ANT Capital 周日也发声明称，虽然于某已不在公司任职，但公司将全力配合有关单位调查。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报道内容。李希督导组开进30家央企，气势不输王岐山反腐。重磅消息，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习近平破例抬升蔡奇，大内总管陷入乱局。阿里巴巴将拆成6家公司，各自寻求独立上市。美国政府起诉币安与赵长鹏。高盛称 AI 冲击美欧3亿工作，律师行政人员风险最大。网信办严打隔空猥亵，整治短视频沉迷。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李希督导组进驻30家央企，气势不输王岐山。据自由亚洲报道，中共高层本周一突然公布中央巡视组开展第一轮巡视，巡视企业有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国家电网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等5家中管金融企业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还特别提到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开展机动巡视。中纪委书记李希本周一27号在出席全国巡视工作会议上说，对中管企业开展常规巡视，要聚焦企业党组织，坚持中共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中共高层决定即日起对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内的30家央企展开巡视。学者认为，李希亲自部署巡视组审查国企是他五年任期内的主要任务。中共中央高层将对央企展开规模空前的巡视监督工作。据学者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作为中央巡视工作组组长，这次巡视央企的力度不亚于当年王岐山查肃贪腐。新华社本周一报道，李希当天出席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及20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并讲话。与以往不同的是，官方提前公布了巡视组将进驻的30家央企，包括三大电信运营商。新加坡学者周树立接受采访时说，此次李希主导的中央巡视组进驻央企，实际上是为了清除政治立场有问题的高管，确保央企资产牢牢控制在中央的手中。他说，经济问题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问题是谁把持经济命脉，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国务院的这批原来的人马清洗掉，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盘库，看看究竟有多少资产，总要清点一下。过往央企的报表他们觉得不可信，要下去查一下。官媒报道说，李希指出，要扎实做好20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其中对中管企业开展常规巡视，要聚焦企业党组织，坚持党对国有企业全面领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情况，着力查找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突出问题。2021年10月，中国国资委巡视组曾进驻6家央企，其中包括中国医药集团、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并公开举报电话。在此期间，企业高管被问话，有企业员工称，当时并未调查企业经营情况，而是查高管贪腐问题。分析指，此次巡视组从各个领域抽调了专家，他们可以直接在企业查账，所以抵账他们都有权调阅，
如果抵账丢失，他们会找责任人，另外可以要求某人接受谈话，特别是对会计、企业办公室主任，这些人基本上你一吓唬，他就什么都说。如果他想针对某人或某个派别的人，非常容易。延安整风时期的连坐逼供方式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重磅消息，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3月27号通过了两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一项法案要求不再把中国归类为发展中国家，另一项法案要求制止强摘人体器官，并对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在内参与强制摘取和贩运人体器官的人进行追责。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无异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这部法案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金应玉与来自康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杰里康纳利跨党联袂提出。这部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把中国重新归类为高收入、中高收入或者发达国家，而不再视其为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国务院劝说这些国际组织不要让中国得到任何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金应玉众议员说，这项法案将确保中国不能再在世界舞台上以发展中国家为代价而享受优惠待遇。目前为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的金应玉星期一表决前在院会发言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占了全球经济的 18.6%， 他们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该如此。金应玉还批评中国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持续在国际上操弄制度和剥夺了真正需要帮助国家的资源。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申请国际组织的发展援助和贷款，尽管他们花费了数万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作为他们债务陷阱外交计划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苏珊·怀尔德在院会发言时也呼吁议员们支持这项具有两党性质的法案。他指责中国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推卸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包括室温气体排放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室温气体排放国，然而太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逃避采取更多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怀尔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寻求和得到国际条约和组织内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地位来做到这一点，尽管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是时候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担其全球影响力和力量相对应的责任了，怀尔德众议员说。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习近平破例抬升蔡奇，大内总管陷入乱局。据香港明报报道，中共20大后，习近平打破惯例，安排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兼任中办主任，引发猜测。有分析认为，正国级的蔡奇身兼多职，让他任中办主任，未来如何兼顾中南海与随习近平出访将是个问题。中共20大人事有很多破例，但最大的破例是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兼任中办主任。这一安排具有深远影响，将来会上史书。虽然1977年汪东兴曾以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办主任，人们多以蔡奇与其相比，但两人情况仍有不同。汪东兴是当了12年的中办主任，循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路径才升至高位，与蔡奇就任政治局常委后再兼任中办主任有着本质不同。蔡奇不仅是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是七名书记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又有常务书记之称，这个职位有多重要，只要看看其
历届前任们就知道，从13届到19届，分别是胡启立、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王沪宁。中共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书记处的工作虽然名义上由总书记主持，但实际上都是由常务书记负责日常运作。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囊括了中宣部长、中组部长、中央统战部长、中办主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以及中纪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几乎统管全部党务运作，故此常务书记也可视作副总书记。中办则主要负责党中央日常文秘、机要、行政、安保等工作。中办主任被称作总书记的大内总管，是因为他主要服务保障总书记的工作，只陪总书记视察出访。中办主任本是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其中一名下属，现在由常务书记兼任该职，等于副总书记为总书记服务，既是相当于公司副总经理兼做总经理的秘书。中共历史上曾有过中央秘书长一职，任弼时、邓小平、胡耀邦三人都曾担任过中央秘书长，邓胡后来的职务都改称总书记，但与现在的党总书记不同，因为当时最高领袖是党主席，秘书长或总书记还是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处常务书记，况且他们也都未兼任过中办主任，所以说蔡奇现在等于秘书长仍欠准确。这一超长安排的原因或与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地位进一步抬升有关。所谓两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全党核心地位及习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蔡奇兼掌中办后，习近平虽无党主席之名，却已有党主席之实。既然蔡奇兼任了中办主任，原由中办主任兼任的国安办、中央保密委、中央保健委三个主任职务，他应该也一并兼任。而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现在仍旧由已改任常务副总理的丁薛祥兼任，该职和首都规划建设为主任，蔡奇是否免兼仍需观察。至于常务书记本身的兼职，不算挂单的副职，还有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和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委两个主任，中央宣传思想小组和党建两个领导小组组长，蔡奇是否全兼也有疑问。上届常务书记王沪宁主要坐镇中南海，极少离京，现在蔡奇既兼中办主任，就要随席出访，如何兼顾，他恐怕要分身有数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阿里巴巴将拆成六家公司，各自寻求独立上市。据自由财经报道，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周二28号表示，计划将业务拆分为六个主要事业公司，涵盖电子商务、媒体和云端计算，并补充说每个部门都将探索筹资或首次公开募股。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股票盘前上涨 3.5%。这六个部门将包括云端智慧事业群、淘宝天猫商业事业群、本地服务事业群、菜鸟智慧物流事业群、全球数位商务事业群和数字媒体娱乐事业群。六个事业的每一个都将由自己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管理。阿里巴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张勇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阿里巴巴集团将遵循控股公司管理模式。重组的消息是在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回到中国并参观杭州的一所小学一天后发布的，这是他一年多来首次在中国公开露面。马云于2021年底离开中国，当时当局正对中国科技行业发起监管打击。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美国政府起诉币安与赵长鹏。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周一3月27号起诉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币安，指控币安及其创始人兼行政总裁赵长鹏故意逃避联邦法律，并非法经营数字资产衍生品交易所。CFTC 宣布已向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赵长鹏和运营币安平台的三
个实体多次违反商品交易法 CEA 和 CFTC 规定，并指控币安前首席合规官塞缪尔林协助和教唆币安违规。起诉书指出，赵长鹏作为币安公司的拥有者和首席执行官，故意以不透明的共同企业运营中心化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及众多其他公司工具，无视 CEA 规定，有计划的逃避监管，以谋取商业利益。根据起诉书，从2019年7月至今，币安一直违规向美国人提供和执行商品衍生品交易。币安在赵长鹏的指导下，指示其员工和客户规避合规规则，以最大化提高企业利润。起诉书称，币安并未遵循规定，要求其美国客户在平台上交易之前提供任何身份验证信息。像币安这样的实体作为期货佣金商，有收集此类信息的法律义务，但币安未能执行旨在防止和侦查恐怖主义融资及洗钱活动的基本合规程序。起诉书进一步表示，币安声称限制美国客户在该平台交易后，仍指导客户如何利用 VPN 掩盖客户真实所在位置，特别是为具有高价值的 VIP 客户提供规避合规管控的最有效方法。在对币安的持续诉讼中， CFTC 起诉书请求法庭准许没收公司非法所得，对公司处以民事罚款，实施永久交易和注册禁令，并寻求法庭针对币安进一步违反 CEA 和 CFTC 规定的指控发布永久禁令。消息传出之后，加密货币急挫，比特币27号一度跌破$27,000整数关口。出生于中国，12岁移居加拿大，2017年创办币安的赵长鹏被起诉之后，在推特上发表了一个字的推文四，一直他年初发布2023年新年计划的第四个目标，也就是不理会虚假信息、假新闻及恶意攻击。随后他称 CFTC 的起诉出乎意料且令人失望。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经初步审查，投诉似乎包含对事实的不完整陈述，我们不同意投诉中指控的许多问题的定性。CFTC 至少从2021年起就开始调查币安等多家允许美国居民买卖加密货币衍生品的机构，美国国税局也在调查类似平台是否涉及洗钱等问题。多年来，美国检察官和民事调查人员持续就加密货币公司提供非法产品及未能遵守合规规则进行调查，近期调查步伐加快。上周三3月22号，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硬币库表示，收到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韦尔斯通知，预告 SEC 已决定对其涉嫌违反联邦证券法采取执法行动。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高盛称 AI 冲击美欧三亿工作，律师行政人员风险最大。据金融时报报道，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研究指出，近期人工智慧 AI 领域的重大突破可能导致美国与欧元区四分之一的工作自动化。这份27号发表的研究说，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系统可能引发生产力大跃进，最终在十年之间提升全球生产总值 GDP 7%。根据该研究，如果这样的技术实现，恐怕严重干扰劳动市场。全球大型经济体约3亿全职劳工将面临自动化冲击，律师与行政人员成为冗员的风险最大。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该研究作者约瑟夫·布里格斯与德维什·科德纳尼根据数千种职业的工作数据估算，美国与欧洲约三分之二的工作正暴显于某种程度的 AI 自动化，多数人不到一半的工作量将被自动化，他们可能继续其工作，而多出的时间可以从事更加有效的活动。他们估算，在美国，这将适用于 63% 的劳动人口，另有 30% 从事体力或户外工作者将不受影响。高盛表示，其研究表明，欧洲也受到了类似影响。在全球范围，由于体力劳动在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因此据估计，约五分之一的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完成，而大型经济体中
约有3亿个全职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完成。该报告将引发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潜力的辩论，这既有助于重振发达国家疲软的生产力增长，也有助于创造一个新的白领阶层，他们面临着与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工人类似的命运。高盛说，如果在 AI 方面的企业投资持续成长，如同1990年代的软体投资步伐，至2030年，单单美国的投资就可能接近美国 GDP 的 1%。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网信办严打隔空猥亵，整治短视频沉迷。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国家网信办表示，一些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仍然时有发生，今年将重点抓好内容和平台两方面工作，严打隔空猥亵和诈骗等。国务院新闻办今天28号举行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网信办副主任牛一斌表示，现在未成年人网络普及率已经高于成年群体，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社交更加频繁，受互联网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一些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仍然时有发生，比如不法分子借网恋网聊、童星招募、校园借贷等名义实施隔空猥亵和诈骗，在社交群圈传播学生欺凌视频和色情引流连接，部分学习类 APP 违规插入广告营销、游戏连接等内容，个别儿童智能设备存在涉黄涉暴、游戏沉迷、诱导消费等问题。牛一斌表示，今年将绷紧违规内容高压线，深入整治涉未成年人淫秽色情、暴力血腥、迷信赌博等问题，严防以隐形变异的形式传播扩散，集中清理宣扬炒作炫富、媚富、不劳而获、低俗庸俗等不良导向内容，及时发现处置侮辱、诽谤、威胁等网络欺凌行为，防止泄露未成年人隐私的欺凌视频扩散传播，严厉打击隔空猥亵、诱导自杀等违法犯罪活动，会同相关部门落地查人，绝不手软。守住专属平台安全底线，对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学习类 APP、 儿童智能手表、平板电脑、早教机等，督促平台强化应用上线、内容发布等前端管理，加强功能安全风险评估，禁止出现各类违法不良内容，不得借游戏闯关、购买虚拟物品等名义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对违法违规的软件和设备，该处罚的处罚，该下架的下架，公开曝光，形成震慑。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海南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补的不补。有离岛免税政策的中国海南岛上星期对民营经济释放利好消息，出台文件强调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补的不补，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海南省政府官网上星期六3月25日贴出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措施，当中提到了26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包括支持民营企业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自由贸易港尊重民营企业的社会氛围，健全解决实际问题的沟通协商机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提档升级，以及对民营企业上市予以财政支持等等。在营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方面，措施指出，开展涉民营企业案件立案监督和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行动，甄别纠正侵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案件，贯彻落实少补慎诉慎压刑事司法政策，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补的不补，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这里是中国简报。中国海军希望从初中寻找航母飞行员。南华早报报道，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海军正在招募4500名初中毕业生作为其战斗机学员计划的候选人，以满足其航母专案的需求。
这些学生是15至16岁的男孩，他们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青年航空学校。该学校于2015年与该国一些最好的高中合作成立。在航空学校接受3年培训后，符合条件的人将进入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接受飞行员培训。优秀学生将在北京3所著名大学之一攻读双学位，以加强青年学生的航空知识和相关学术研究。此举表明，中国海军现在要求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学历谁准与西方同行相似。这里是中国简报。巴菲特支持的比亚迪公布创纪录的 10.6 亿美元季度利润。南华早报报道，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比亚迪宣布了创纪录的季度利润，这得益于中国各地对经济适用车型的强劲需求。该公司已取代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供应商。比亚迪在截至12月的3个月中录得73亿元人民币 10.6 亿美元的利润，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倍。比亚迪2022年的销量增长了2倍多，达到186万辆，其中大部分在中国，超过了其美国竞争对手的131万辆电动汽车交付量。比亚迪的大部分汽车售价在20万元以下，大致相当于 3.1 万美元，而特斯拉 Model 3轿车的售价为 3.5 万美元或更高。比亚迪计划加快开发更多工程用的新能源汽车，并扩大其产品线，以巩固我们在行业中的地位。这家中国公司的刀片磷酸铁锂电池组是该公司的独特功能之一，并广泛用于其他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全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445.9% 至1662亿元。咨询公司苏利亚的高级经理埃里克·韩 Eric Hahn 表示，比亚迪去年大幅上涨，因为其汽车被更多中国汽车市卫物有所知的产品，并补充说，该公司今年可能会在国内和海外市场面临挑战，因为竞争对手的新车型可能会稀释其市场份额。这里是中国简报。蔚来汽车将安装1000个电池交换站。日经亚洲报道，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蔚来汽车计划今年在中国再建立1000个电池交换站。自2018年以来，该公司一直在建设此类网站网络，目前在该国有1300多个。蔚来汽车旨在提供电池充电和交换设施，以确保客户的便利。在今年安装的1000个充电站中，900个将是第三代型号，每天最多可更换408个电池，增长 30%。 这里是中国简报。在发放巨额贷款后，中国现在正在救助国家。纽约时报报道，中国不断上升的紧急贷款计划凸显了其在全球经济疲软时期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新角色。新数据显示，中国正在向土耳其、阿根廷和斯里兰卡等国提供更多的紧急贷款，并已成为负债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最后贷款人。美国财政部上一次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救助贷款是2002年向乌拉圭提供的15亿美元信贷。与此同时，在过去10年中，中国已向全球151个低收入国家提供了900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高速公路、桥梁和水电大坝等基础设施专案。这里是中国简报。23岁的染发女生走了。网报 BBC 报道，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分享与卧病在床的祖父庆祝研究生录取照片6个月后，郑林华去世了。23岁的她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分享了这张照片，她染住粉红色的头发，看起来很兴奋。她宣布自己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音乐专业的录取资格。爷爷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精神支柱，我考研的动力之一就是能让爷爷亲眼看到我读研究生，并以我为骄傲，他写道。但他的喜悦是短暂的，几天之内他就成了网络暴力的目标。他的照片被转发，并附有虚假和经常是侮辱性的标题，随后他成为了无情嘲弄的对象，有人称他为夜店女孩和恶魔。目前尚不清楚郑林华的确切死因，但他的一位朋友上个月在小红书上发布了这一消息。因为网暴加校园暴力，我的朋友郑林华，他的生命永远地停在了2023年1月23日。尽管所谓的网暴随处可见，但集体主义文化以及社交媒体公司在杜绝网络欺凌方面缺乏监管，为这种现象提供了特别的助推作用。一项针对中国2000多名社交媒体用户的调查发现，约40%受访者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网络暴力。调查还发现 16% 的受害者有自杀的想法，近一半的人感到焦虑， 42% 的人失眠， 32% 的人抑郁。郑林华最初曾打算用法律手段对抗网络施暴者，去年9月他发了一条微博，提到如何起诉躲在屏幕后面疯狂攻击你的人，但他后来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并接受了药物治疗。他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这一点，分享了他如何与睡眠和饮食失调做斗争的细节。去年11月，他分享了自己在医院病房的照片，并配文积极抗议。
他的离世是中国一系列与网络暴力有关的死亡事件中最新的一起案例。2022年1月，来自邢台的17岁少年刘学周在寻找到亲生父母并与其爆发矛盾后，被一些网友抨击自私，他最终服药自杀。在4岁时就成为孤儿的刘学周留下了一段遗言，详细讲述了他过去遭受暴力和抑郁的经历。同年11月，来自中部河南省的历史老师刘涵博因其网络课堂多次遭到恶意攻击而轻生。施暴者在网络课堂上持续谩骂，播放嘈杂的音乐，并在小组聊天中刷屏。有关部门排除了刘涵博的死亡是他杀，但表示如果他是在网上遭到霸凌，他们将进行调查。上个月，本名孙凡宝的网红也自杀了。他的妻子表示，这位38岁的网红在死前的几个月里被他的黑粉反复辱骂，并变得抑郁。2021年，孙凡宝在记录了他开住拖拉机一路从山东自驾4000公里到西藏后一举成名。欢迎订阅《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控制，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书的形式购买，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mzn.to/3jlzl 呀。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